乡亲啊，面对这个新冠病毒，咱个人应该做的防疫的工作，都做好好势之外，万免伤过紧张。像有的人真正惊过头了，惨得困，嘛爱挂嘴安。医生讲安尼唔通哦，讲安尼唔那无法度防疫，而且咱咧加一批，佫会误着这个嘴安顶的病毒，走去咱的嘴膜片，安尼去倒害。疫情期间，不少人为着防疫，无论是胖咧困、倒咧困，拢挂嘴炎。国防部即马嘛针对连假去过十一个人潮景点的2740位的国军，要求因24小时，包括咧困的时阵拢挂嘴炎。不过医师讲，安尼恐惊会增加感染的风险。这些口罩是白天在户外佩戴，所以在户外都可能存在病毒传染源的情况下。回到家里，在一个干净的空间重复使用可能被染污的口罩，其实是一个不智之举。沾到枕头套、棉被套，可能已经污染的嘴暗，会去拔掉棉被甲枕头。意思讲，人咧困的时阵，容易伫无意识的情况，甲嘴暗摕落来，迄就是去摸嘴暗，搁较无细致去摸鼻仔、目睭，安尼容易甲病毒染上身。虽然挂嘴暗咧困，确实会因为好在咽喉保持湿润。比较袂容易感染，但是避免去沾到新冠病毒，会当安尼替代。那我推荐布口罩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。每天清洗，使用一些适当的一些空气清新机，来让空气的部分减少细菌微粒。医师建议，不管是国军或者是一般的民众，保持室内通风，或者是使用抽风机，拢会当达到防疫的效果。上重要是，你困的时阵，甲边的人要保持1.5公尺的社交距离，都会当降低传染的风险。